大家好，今天要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我今天要去亲别人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公开要亲别人，真的要把我的初吻献出去，因为毕竟我还是母胎单，所以呢，这一亲真的就是我的初吻。那我其实昨天就有点睡不好，而且还是要亲给大家看，很紧张，希望我待会可以表现好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梳化。怎么了？在干嘛？在剃牙，因为毕竟刚吃完早餐，还是要剃一下牙，以示尊重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连那个漱口水都带来了。不要拍你剃到一半，你嘴巴有一根毛的感觉。要看是卷的还是直的。有啊，我把牙膏。然后这个是易宏。Hello， 哎，有幸可以上你的那个视频。哎，凯浩，我只想问你，你牙齿好白哦，你是有去做？没有，我是特别为了今天就是要接吻，所以把牙齿用白一点。但我问你哦，我第一次要亲别人嘴巴，对，所以我应该要伸舌头吗？有时候接吻的东西就是导演没有喊开，你发现是渐入佳境了，你就可以伸舌头了。入戏有没有？就是我不知道你会被警察带走，对方的公司会告我纯正性还有。现在要去现场拍吻戏了，怎么样？你昨天有练习吗？我有跟一些人练习，没有啊。这种不是一天就可以构成的。那你们有先怎么样培养感情吗？有，我们昨天有对过，要大概要怎么亲。而且重点是我们才认识没几天。好像才认识大概四天左右，然后就要亲他了。我觉得最难挑战就是这个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要跟你接吻。对。怎么样？感觉？我们先不要想太多，亲就对了。因为今天是我的初吻，就我没有交过女朋友。不要相信。他说真的。人生活了21年，终于要接吻。我不相信。你非介意在这个东西期就初吻吗？对啊，所以你会介意我不是第一次吗？我会介意啊。可是你在剧里面说第一次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要两个人是契合的。你记得你这句台词吗？但是那你为什么要介意我不是第一次？没有啊，你不要讲话。好啊，陆胜龙。好。来，准备。没气了。那个，除非我们眼睛也闭上好了。5、4、3、2。好。好。我们刚刚拍完了前几卡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刚刚有一次有点太大力，然后就挤到鼻子。所以你鼻子是真的吗？我鼻子是真的啊，我母胎原厂货，没有动过。3、2、3、2，再一次。好，看许凯浩无感了，我要被许凯浩吸引。什么？没错。来，准备，5、4、3、2。好。感觉这个宇飞，你第一次你这样亲完，然后你觉得他为他打几分？嘴巴还蛮软的。第一次一幕初吻，跟宇飞觉得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宇飞是老司机，可以帮我带路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蛮自然。